来，现场嘉宾以及咱们空中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！今天是228这个和平纪念日，祝福所有的好朋友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哎，给大家来唱一首《爱的歌声》。什么名字？哎，我说你如果问我你叫什么名字，说我叫第一名，我叫第一名了，对吧？第一名运竹姐，对，哎，大家都第一名了哈，对呀、啊，非常开心来参加你的节目，是，谢谢。好、啊哦，我们今天难得哈、哦，难得，难得我也休假了，对呀、啊，你知道吗？我昨天到早上的凌晨四点我才睡觉呢，啊，凌晨四点，哎，早上凌晨四点才睡觉，然后早上八点多又醒来，赶快洗正打扮再去。有台唱歌，上上在赶来，你知道吗？是，我在赶场嘞。嘿，礼拜礼拜哦，我真的很佩服韵竹姐的这个体力。哎、欸，我也很佩服我自己呢。哈、啊，精神有够好。奇怪呢，我奶奶睡眠不足，我没有上班，没有站在这个舞台上哈。我奶奶跟她呢，就忝就爱困的那但是我一站在这个舞台，我精神就很好。你知道主持节目的时候要全场要 hold 住嘛，对不对？一定啊，对啊。哦，那你知道诶，一二三到哪里呀、啊？
一二三到台湾，一二三到台湾了哈。那我跟大家预告一下，三二一到哪里呀、啊？三二一到爱瓜虾，嘿，三二一到海克拉斯歌厅秀，爱瓜虾这单晚了哈。对对对，所以跟怕怕一下公格嘞哈。好，如果好，哎，这个要名额要不搞嘞，不像你今天买场嘞。好，我因为我订购位无开啊。哦，你订购位无开哦。哎，所以三二一到海克拉斯，赶快报名哈。对的，嘿，运竹姐这边还有名。赶快跟他报名参加，对对对，好，你看咱这运竹姐，家己嘛是有一张啊哦，我现在第十一首，第十一首也出来了啦，第十一首出现了，最近来两瓜，听说跟我们的五谷执行长对象合唱的，对啊，最近来两瓜，你看他听到这歌名都偌好啊，你听，太棒了，对，太棒了，安尼你爱定定叫阮迄个执行长，伊拢定定吼，我爱家出招就对啊，好好好，我再家出招，好，我们非常谢谢运竹姐，好，谢谢，祝福大家，谢谢，新年快乐。